这里是新世界超市，到超市里面去拍特价品，看看这些特价有没有喜欢的。新世界超市，帮我蹭一下，那你一个。搞什么鬼啊，特价竟然没货的。这黑毛猪肉也没货，299一磅。好了，这个怎么样的，不是一样的。牛肉碎1.99一磅，但是没货。真搞笑，鸡胸肉也没货啊，骗人的。这区域都是1块钱一包的蔬菜，看起来不好新鲜哦。萝卜只能拔不能掰，以前看到1块钱都贵死了，现在看到很便宜。哇，新世界换了这种冰箱，好漂亮哦，好干净，看到吗？请随手关门呢。哇，火锅底料，不是火锅底料，这个是什么？羊肉片，12.29，薄的像纸一样，太好生意了，这家超市。这家超市特别大，琳琅满目。这里是零食部，这鸡蛋价格有完没完啊，太贵了吧，4.99。这调料就有点贵了，全部卖调料的。你可以说我不去跟你打工关系了吧，4.99，这价格还可以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鱼肉腐皮卷，看起来好有食欲。妈咪水饺特价，3包9.99。好多饮料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家超市特别大。街马超市，好，我们过来德昌看看价格。德昌超市就是好生意。看看有多少人。凤凰鸡，3.79一磅啊，4.19。这些呢，五谷五花肉5.29，比超市普通超市贵一点，但是它是真正的五花肉，你看有5层，1、2、3、4、5。本地黑鸡11.99一个一只，特大鸡10.99，好小哦。这是海底椰，啊？什么？煲汤料，8.99。哇，凤爪6.79一磅，这一盒呢就要差不多10块钱了，9.93。去油猪肚4.49一磅。这个5块
9.7毛，有减价。烧烤排骨9.88毛，5.99一包。京都猪扒3.94，3.79一包。金沙菇，哇，9.28。这些怎么样煮啊？松板肉我也不清楚，8.49一包。上面这些是包饺子肉，1.49一包，好少哦。猪尾巴，拜神的。再来点牛肉吧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给孩子炒这个牛肉，小孩1岁多一点，在这边呢。哎，我在那呢。35块钱一次，半次18块。你说该来什么鱼就给我来一块。行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它的海鲜铺就比较没有生意了，可能价格问题吧，可能价格比较贵吧，它只是卖肉好生意。好了，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这里有点菜，好新鲜。